选手啊，要听摇铃啊，你可以到裁判台前跟主审啊，应该是说敬礼的哈。但基本上裁判才会知道你准备好了，还会听摇铃。好，谢谢。一号选手，障碍零扣点，时间77.67秒，目前时间是扣3点，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检讨前三位选手的速度，或许会做调整，调整会暂时扣3点。